们稍微开通了。那这一点的话，就是要请委员会就本案这个部分，因为就区域交通消防的部分的话，确实是有部分这样子都市景观跟交通的疑虑。那这以上并自己委员会做什么？好，谢谢。来，各位委员还有其他意见吗？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进行投票。好，本案有关大安区和平东路三段2123/39/41文化资产价值的审议案。那么在场的委员，好，出席为12位，11位同意，1位不同意。那么已经达到3分之2以上，本案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好，谢谢。下一案，审议案五，中正区华山货运站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7、18、61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史迹登录及废止审查办法办理。华山货运站位于台北市中正区林森北路27号，坐落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120-3D号，无建号登记，全管单位为司法院。那本建物在1998年8月26日就有提送过本市的第24次文字会议报告，当时的决议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那会议记录委员可以详看附件二第六页。那本案是依据国家人权博物馆办理的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相关史迹点调查案。那本市的无意遗址共有20处，那其中已指定登录为文化资产的有4处，那尚有3处建物仍存在为尚未指定登录为文化资产，包括华山货运站、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及马场兵刑场。那详附件三。那为确认其文化资产价值，本局秉持权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7、18及第61条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的程序。那本局在今年的10月14日有邀集了文资委员，包含李前朗、詹天权、刘淑英、薛晴、戴宝春等5位文资委员办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刊。会刊结论略引，经专案小组委员综合讨论初步建议，华山货运站具历史建筑保存价值。那本专案小组现刊的意见，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相关规定，续送本府审议会审议参考。那会议记录详附件四第12页。华山货运站专案小组委员意见摘要如下：一、建筑风格属1930年代现代主义，整体造型为凹凸块状的组合，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二、华山货运站是日治时代台北火车站之外最大的货运站，往东延伸设立甚多的产业设施。那本建物是暂居仅存建物，具有都市发展纹理的历史价值。
三、本车站为昔日经判决的政治受难者移送至绿岛服刑的重要交通节点。那依据实际登录及废止审查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局在2008年度12月9日召开中正区华山货运站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及万华区马场冰行场的文化价值审查公听会。那公听会的会议记录详附件五第16页。那另外有其他两个补充资料是2008年10月14日专案小组会刊的照片，详附件6第19页。还有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附件7第25页。那这个是地级地形图，可以看到红色虚线所框列的是它坐落的地号成功段一小段120-3地号。那蓝色的实线所框的就是华山货运站的介入。那投影的是10月14号专案小组会刊照片，有建物的西侧、东侧，那还有建物一楼内部的照片，一楼的楼梯照片，及二楼建物内部的照片，及建物外观南侧照片。那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在基本资料方面，它位于中正区林森北路27号，坐落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120-3地号部分，无建号登记，种类为车站，创建年代在1930年代。那所有权人及管理单位都是司法院。那土地使用分区为行政专用区，现况是使用中。那所有权人保存意愿是无意愿。那价值分析，本局在2008年10月10日召开的专案小组会刊结论，经专案小组会刊委员综合讨论初步建议，华山货运站具有历史建筑的保存价值。那建议名称为华山货运站。依现行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文化资产应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予以管理维护。那目前由承租人森林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维护，未来由司法院负责管理维护。在登录范围的影响评估方面，本案建物目前由司法院主与森林股份有限公司，倘登录为文化资产，应不影响该使用功能。后续建筑本体倘涉及修复或再利用事项，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提送计划与文化局审查。那本案倘指定登录文化资产，基地周边相关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且符合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第22条之范围条件者，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办理。拟办，拟请同意登录华山货运站之物为历史建筑，名称华山货运站，种类车站，位置或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林森北路27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及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华山货运站建筑本体，建物无建号登记，建筑物坐落土地为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120-3地号部分。那该笔土地面积为18172平方公尺，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登录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建筑风格属1930年代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整体造型为不对称平面之二层楼建物，一楼外贴工状面砖，二楼外墙粉灰白色，门窗采用圆形牛眼窗，附图案之变化，建物仍保存设计初期之特色。二、华山车站是日治时期台北火车站之外最大的货运站，往东延伸设立甚多产业设施，具有见证台北市都市发展文明之历史价值。三、本车站为昔日经判决的政治受难者移送至绿岛服刑的重要交通节点，见证了白色恐怖时期台湾人权发展历程。四、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2条第1项、第一、第二、第3条登录基准。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第一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今天与会的司法院代表有没有要发言？司法院这边就是简单报告，就是我们原则上还是会尊重审议会这边最后的审议结果。那但是因为我们之后就是这块基地它，我们会有台湾高等法院跟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两个大法院要迁到这边迁建使用。那所以希望会在未来如果说真的指定之后，就
针对它周边的那个我们的新建工程，能够给我们必要的弹性。以上。好，谢谢。中正区公所要发言吗？好，OK。好，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来，请那个邱委员。那个，给我对这个事情说话。我们今天好像只在谈到蓝色的床房，对吧？我是觉得这个整个范围来讲是不够的哈。那因为暂停的月台也应该相当的保存，就是所谓的这个啊，不只是蓝色方方，因为那个华山货运站那是运物处的办公室，我们现在是政府。它那个深蓝色的那个方方里面，应该指定的名称叫做货运服务总所华山区货运站办公室啊。那也许比较贴切，而不是华山货运站。华山货运站的话，你车站的范围更大，为了火车，转运设计的矩形状的月台，也名誉都还在。还有矩形状的月台，就是绿色框线起来这个部分，用绿色框的话，所以设计成了月台南侧的停汽车。那么。这个月台北侧的轨道是停火车，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范围是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每次文字这个指定都去指定建筑物的话，那我们这个文字委员会，我们大家要好好这个跟委员一起开点座谈会哈，大家要把内规谈一谈。我们每次都只去看建筑物吗？那附近的这个环境都不照顾，所以很多案例都是。都市发展或者附近的环境是非常有关系的。好，谢谢邱委员的意见。各位委员们其他意见，好，来请。你办的那个第五点登陆旅游人法定依据，第一点呢，我是建议后面的文字啊做一步的修正。第一行那个后段呢。整体造型为对称平面之二层楼建筑，这个两件事情把它分开来写比较恰当。我建议改成整体造型为平面不对称，逗点啊。然后呢，建筑为二层楼，建筑为二层楼，后面就照原本范围的这个文字来写上，上逗点。好，那看一下，那个报告我看一下，整体造型为平面不对称，逗点。然后建物为二层楼，建物为二层楼就好了，对。然后对，二层楼后面那个对到可以吧？要不要冒号？不用哈。一楼外贴钩状面砖，二楼。外墙粉灰白色，如果你后面是用顿点的话，这边应该改成冒号，是不是？哎，这样子对，好，一楼、二楼 ，OK， 好，我们这样做修正。好，各位有没有其他意见？好，请。各位，如果各位看这个报告是我们的第九页，他们这个案的第九页，好多是历史图片。集体看到的就是当初的轨道问题。那我觉得除了受难者之外啊，不是，应该是这个报告是，我们是审议报告是。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有很多的图片。其实现在包括高雄的哈马星的那个铁道，如果你到了现在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新加坡这种岛的货运站啊。都是被指定为一个是文化景观也好，或是轨道。那现在这个地区因为就是现在的华山大草原嘛，大家想象中其实已经没有这个车站跟轨道，所以就大家在那边跑来跑去。还有往下走的那一块，其实都是非常关键。所以我也是支持邱委员说，我们对这个的指定能不能再更从大的环境景观的环境跟历史文理来看啊，以上。好，来请那个跟委员报告哈。其实老师那个，你们如果资料里面有看过，其实前几年就有去看过，其实整个是没有
没有价值，有判断过哈。那这一次再去看哈，主要是包括处长会跟那个白色人权那边给我们一份新的资料，说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对，那有一些这个状况哈，所以根据当时的历史的状况，我们再去看。那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去的几位委员都评估过哦，就是那个月台的部分其实就不再留，就留这一栋。那主要当然也是因为它以后这边有司法院的需求，所以包括文化景观的部分都不给。好，那就希望司法院将来接下来的时候能把这一块哦跟部分，如果还能留下一些月台的痕迹，把它复原。哦，部分复原，然后把他的司法院，哦的新大楼跟这个整体一起来照顾。那时候的考量是这样。那如果要留整个月台，哦，那可能不在今天，因为已经看过一次现刊了。那等于说今天没办法做决议，要再去看。好，谢谢那个田副局长的说明。各位还有其他意见吗？好，没有，我们就进行啊投票。中正区华山货运站公司资产价值的审议案，那么出席委员12位，那12位同意，已经达到30以上，所以本案同意登录华山货运站为历史建筑。好，谢谢。下一案，那下一案哈，这个是跟我们市府有关的，就是按照规定。要回避，但是先我就是说不用回避，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要投票表决的，像那个要同一列车分同一指令，它只是一个修旧案审议。如果你们事务单位不练习，我们怎么去审议？因为这个是根据你们的需要，它这跟那个投票没有关系。所以上次旁边有个类似的案子，他们也电话请示过文化文资局说不需要，这种类似案子不需要。来，科长说明一下。刚刚谢伟是有提到说，那个谢伟有讲到说，既然那个文资局做过类似的裁示的话，那是不是就只是？在场的委员，这个是不是这样？这个还是要定一个明确的啊，就是说，因为接下来我们常常会相关的审议，是不是要很明确有关修复再利用计划，我们可以不用回避，这个要比系统不能说这个案子我们不回避，下个案子我们不回避。那个对，好，我们想这个。我们还是遵照过去的制式，那个吴基建科的科长，吴基建刚科长，还有尤科长。哈哈哈哈哈。刚刚
我们今天先回避。那么至于说后续，我们要去用去函做一个。我说明一下啊，其实他这个案子原则上他可能不会同意，因为台北市做过那个三井，那就是历史建筑修复再利用的，对，那他就是要用表决的方式，他可能不会让步。反正现在就是说，区委有这样的指导，我们还是在会后就这个事情再跟文资局做一个确认，看是需要用行文的方式比较明确啊，这样我们往后比较遵循啊。那我想这个案子我就拜托区委来处理啊，我们就回避了啊，谢谢。